Hello，各位好朋友，有听到声音吗？有按加一一下吧，让我看一下。挑一片心爱的 DVD 复习一下你。你看，那我这个声音怎么调啊？这样我听不到我的声音。机长，我要问我的了，我的声音在哪里？等一下。要打开声音。好，有听到我们就开始了哈，来。就是说，来参加我们这次的公开课，我们有送7套软件，那就是你扫描，然后有7套在这里啊，一套是万年历，然后罗盘、数字论吉凶、数字这个是数字 DNA 的，然后阳盘奇门的排盘，还有八字排盘、紫微排盘，还有阴盘奇门，总共有7套。然后这里有一套每日穿衣它是必须互惠的所以你们先扫描这个。那未来你在学什么的时候，学譬如说学紫微刚好有紫微排盘可以让你来运用那这些教学影片陆陆续续，如果你们把这个 QR Code 的网址收录在你们的手机或者是电脑，未来如果有新的课程然后要告诉你们的要分享给你们的你们就可以在教学影片里面就可以这个看到我所录的因为往后这个就是公共平台，那有任何的这个资讯要宣布的话，都会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做一个宣布好，那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十年磨一剑，其实我已经职业的蛮久了哈。那发觉说，哎，我之前到现在所学过的，总共有24种，这个叫做命理风水啦，或者是一些快速记忆的，就是与人与人的沟通，觉得用这一些话题能够引起他们的一个注意，而且在这整整的学习，我总共学习了10年，然后职业到现在就是正式出来开馆做生意，到现在21年，总共到今年满31年，因为我几乎啦只用了这24种，今天要跟各位来谈的这一些这一辈子就用不完了。为什么？因为有很多老师都是学一种，譬如说有我碰到几个老师，他这一辈子只学八字。也有老师这辈子只学这个叫做阴宅，有人学紫微斗数，就是30年来只学一种，这个叫做专精一艺可发财，但是你如果学一种的话，有可能会碰到的瓶颈就是说，你30年前会一种八字，那或者你在教八字，但是因为学八字的人越来越多，你的市场就会被瓜分掉，所以为什么说你必须要多元化的学习？多元化的学习就是说，哎，当我这个科目可能，生意越来越差了，哎，我其他的科目就跳出来了，所以这一次我们要上的主题就是，你如果把这一次的课程的24种命理话题，这个叫做命理知识啦，不是叫做话题啦。但是因为这些知识可以转为话题，吸引更多人来跟我们做朋友啊。你看人脉多了，是不是赚钱的机会就多了嘛？好，那因为也许还有很多人不认识我嘛，那我必须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在18年前创立了一个台中宿务助教协会，然后目前开一家吉祥坊易经开运中心。那这31年来，总共出版了66本书，那研发的软件PC 版20套，那阳宅手机版软体有65套。21年来，从事命理教学工作蛮久的一个时间了那之前21年前就，刚开始出来创业啊，我就是以跑各大职场，就是类似房地产中介啦，或者是保险公司啦，这些去做所谓的免费的讲座，然后从免费讲座之中然后去广告自己，让别人来认识我们，然后就开始可以做一点小生意，所以一路走来，当然也就是也蛮辛苦的这个行业本来就不是说很容易做的。所以必须要有耐心要有耐心。所以这里有一句话，记得再烦也不要忘记微笑哦。你很烦但是人一烦你就没有笑容，对不对？没有笑容，如果人家跟你接触，您就会觉得，人家别人会觉得说，哎呦，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笑容，他就不敢接近嘛。所以就要记得哦，再烦别忘记微笑，再苦别忘记坚持，一路走来。不管任何行业，刚开始都很苦，但是你只要一坚持，你最后就有可能成功那再累也要爱自己所以有时候该轻松的时候也要轻松一下这个是，人总是会碰到这个烦了、苦了、累了，对不对？但是所有来临的，我们都一一的把它破解掉，这才叫做知命造运你不要，你是学命理的结果你碰到很烦，然后就在你的脸上出现。再苦你也在你的嘴巴常常说哦，我好苦哦。你看哦，讲话讲出去要记得要讲好的，讲正能量的话。你如果说哦，我真的生活很辛苦，哎，那你的生活会越来越苦，这个是因果循环，要记得，一定要，一定不能从你的嘴巴讲出来，不能不能说烦啦、苦啦、累都不要尽量不要讲出来好，那今天是公开课嘛，也就是招生说明会，
我们这次的主题总共有这么多哈，那我们等一下一一的都会从第一哈，从第一个讲到第24个，所以你听完以后，你觉得说，哎，你学完这一些对你有人生有帮助，我想这一次的课程绝对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学的这24种至少花了我至少10几年哈以上的时间去学习，经过了21年的去揣摩哈。然后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多少金钱，才能把它整理出，让本来可以，啊、哦，本来一个课程可能要30个小时都才能学得会的，现在把它整理出来，啊、用比较少的时间哈、哦，我们把它说成精华哈、哦，让你们一下子就懂哈、哦，这是我特色。好，那目前这30年来，我总共出版了67本的书哈、哦，那。手机软件，哦，当然跟电脑也都是通用的了哈，它有68套。那 PC 版就是电脑版的有20套，所以我从事的这个工作以来，我很专注的在做命理风水的产业。那刚好未来是不是火运的嘛哈？那火运就是代表网络通讯或者是软体。就是未来的产业，那我开发的这些刚好就是符合我们未来九运的啊一个大的趋势，所以希望有缘哈，你想要在这方面啊有所发挥的，那来跟黄老师结缘绝对错不了，因为我这30年的经验跟资源哈，可以我们好好的来配合一下。好，那。24种课程的第一种课程就是要先认人哈，要了解您所接触的哈对象。那当初学面相，我真的学面相学了两三个老师哈。那最容易哈让我学会的就是我现在讲的这种叫做形哈，这个叫做把一个人分为3种形，我就花了花了6万块台币了哈。啊，学2天，哈，1天大概6个小时，总共12个小时，花了6万块。那我学到现在太值了，因为我学了以后，我才发觉说，一个人的运势是可以从一个人的脸相可以看出来的。你们相不相信？来回应一下，相信的你打个一好不好？相信说一个人的运势是从脸相就可以看出来。哦，对嘛，相信哈，好。那既然相信你到外面去跟人家沟通，要让人家觉得说你怎么那么衰运吗？所以你如果要让人家觉得你没有那么衰，那你就要保持笑容，对不对？哦，所以在相里面，我们要知道一个人有内向跟外向，对不对？那内向是什么呢？内向就是眼神、声音、度量。那外向呢，就是你跟人家在互动的时候的举动、表情跟特征。那来猜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是线上，线上的这个教学，没有正品可以马上给你了哈，但是欠着了，欠着哈。来，你们认为内向比较重要还是外向比较重要？来，回答我一下，一个人。的内向比较重要还是外向？都没有人回答。至少要有一个人回答吧。一个人的内向比较重要还是外向？外向比较重要。内 向比较重要。哇！哎，不管你现在的资历有多少了，你这样来回答，其实你不够老练呢。多重要？对对对，小夏答对了。这个就好像说，一张1000块的，还有一张100块的掉在地上，都没有人看见，你到底要选择捡1000块的还是100块的？那当然没有人看到，两张都要一起捡嘛。所以。一个人，不管是内向外向都很重要。
那有没有政府规定说，或者企业规定说，你这个人哈、哦、外向，很漂亮啊，染得很英俊，我才要请你吗？啊，他们的学问才是最好的吗？不一定嘛，对不对？所以要记得哦，有一些故意造成的一个陷阱，有人像问你这些问题，你一定要能够马上啊、哦、去想象说，哦，原来我要怎么回答才是最贴切的哈、哦。好，那什么样的面相，用什么样的话术呢？哎，啊，这个叫做圆形脸。好，那有一种叫做方形脸，一种叫做鸡蛋型的哈，就是下巴比较尖一点哈，啊，然后瘦瘦的，啊，肤色很白，好，这个总共你看我花了两天6万块台币去学的，就是学这三种型的，所以我有整理出一本面相的书哈。如果说你们这一次有报名的哈，除了说可以上这个上课。上面相的一堂课以外，啊，我可以把我一整本的哈、哦，花了6万块去学的一本啊、哦，这个讲义啊哈、哦，全部哈、哦，就是送给我们这个有来报课的。那你有了这个资料，你真的在面相里面哈、哦，就不用哈、哦，再怎么去学习的，因为我都是图文并茂，所有的脸型呐、啊，还有一个人的手相呐、啊、哈、哦，他有什么特质哈、哦，都收集在啊、哦、这一本讲义里面。啊 因为那个课本来就要上十几个小时，但是我们这次24堂课里面，我们面向只能谈1个多小时，啊，重点谈一下，其他的通通自己看讲义。因为我要你们的就是好好的把握这一次，把24堂课的讲义全部把它 download 下来，未来你们可以利用我这24堂课的内容。您如果有在教书的啦，不得了，你将好可以发挥到非常棒的一个境界。好，那面向。刚开始我第一次学的是面相12宫，哦，像说像我是个是光头，啊、哦，光头，所谓光头的人哈、哦，这个叫做事业宫哦，哦，那事业宫就代表他是属于和，这个叫做和事佬，比如说啊，你看到你跟某一个人在，啊、哦，在有纠纷的时候了，那要找一个中间人来协调的话，你最好去找哎光头的，就是秃头的，哦，他就能够把两边的对立哈、哦，因为用你的哈、哦，用我们这种光头的那种特质哈、哦，就可以把它化解掉哈、哦。所以面相总共有12个宫位，像迁移宫、事业宫啊、兄弟宫、福德宫、子女宫、田宅宫啊、附属宫、夫妻宫，对不对？这个我们在我们的课程里面会讲的哈、哦，这个很清楚哈。哦好，因为你看，我们今天2个多小时哈、哦，要把我们配套的24堂课通通告诉各位，所以我必须要哈、哦，速度要加快一点。好，那我们从第二课、第三课、第四课，总共有3个课是在教图像记忆法的。图像记忆法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个命理风水的这个课程里面，有时候真的很多专有名词哈、哦。像有时候有一些八卦，那么乾为天呐、啊，啊坤为地啦，哦那些啊震为雷啦，很多都要记哦。啊，刚开始接触的人哈、哦，都有时候记不起来，哎，我们可以用快速记忆的方式哈、哦，来去啊做一些专有名词的记忆哈、哦，啊会对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之中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哦哈、哦。好，那快速记忆它是用什么原理呢？就是用所谓的理性跟感性的原理。这个叫做左右脑啊，左脑管的就是数学，像我们在读国小、国中、啊、哦、大学的时候，数学啦、表单啊、哦、图表啦啊、哦，像我们的 Excel、Word 那些都是属于左脑在管的，哦，左脑在管的文字，哦，还有理解，我对这一题理不理解，对于我们这个命理风水、八字、紫微斗数理不理解，都是左脑在管的，还有数字。好，那现在。如果你真的学不哈、啊、记不起来，你就要善加利用右脑，因为我们一个人的头脑，左脑跟右脑，它各管的哈、啊、内容是不一样的。那像韵律，一个想象的空间，或者是你在想象一件事情，或者你看一幅图画，或者看到啊这个红橙黄绿蓝靛白的颜色。
其实他是右脑在思考的。那因为我们一般人有八成的人，一辈子通通八成的人通通是在使用左脑，右脑几乎用得很少。所以为什么说音乐家、美术家、艺术家那么少？因为那一些人都是右脑比较发达，所以毕竟音乐家啦、艺术家啦，对不对？那些这一些人比较少，因为80%、90%以上的人都是数理的，那一些人艺术家音乐家都是右脑的，所以我们要善用。当我们左脑已经用得很累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去启动我们的右脑来增加记忆。所以说，玄冥逆风水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啊，因为我们每天人在生存、在活动，我们每天一起床以后，在所有的在社会上活动，本来就会碰到所谓的理性跟感性的嘛。那做生意也一样啊。你现在，我想我们在线上应该有很多都是职业的命理咨询师。为什么？譬如说你们两个人的功夫都一样，都差不多。为什么这个人他的客户特别多，生意特别好，钱赚的特别多？那我跟他功夫，或者在学习的过程，或者开馆的时间都差不多，为什么我都没生意？因为生意好的，他会运用感性的方式来跟客户接触，那个客户听了以后很爽，他就会再介绍人来给我们。那你是一个理性的人，你跟客户的感觉就是硬邦邦的，当然他就不会介绍客户给你嘛。所以你学会了什么叫理性，什么叫感性，用在所谓的客户互动，就真的差很多哦。怎么会说，哎，我学命理风水干这个屁事啊？当然有关系呀。我今天能够发展那么好，就是代表我有学过，所以我会把它应用在我的专业里面好，那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第二堂课里面就会告诉你，利用身体的位置，可以将你想要记住的一些文字或者是内容，你都可以透过把身体的这个部分譬如说你们看到这个手掌对不对？手背啦然后肩膀啦头啦肚子啦胸部啦都可以把它当一个位置，一个位置砍一个文字进来。所以我们有一堂课就第二堂课就会告诉你，一个礼拜没有一个一年刚好有52个礼拜。那比如说有人问说，我们以不查手机为原则，有人问说，哎，我要问你，现在是今天6月21号嘛，我要问你说8月21号是星期几？如果我们有手机，当然看一下就知翻一下就知道嘛。但是我们学完这一招以后，365天，几月几号是星期几？真的，你马上大概5秒钟里面，你就知道了。这个就是要透过练习，加上图像记忆，还有很多你要记忆。你在念书的小学生在念书中，这个初中的、高中都一样。我们学会了这一个图像记忆法以后，要记忆书里面的东西啦，或唐诗300首啦，或怎么样的一个文章内容其实就会比较简单一点好，那第三课我们就会用快速记忆来帮助你做所谓的24节气。今天听说是已经走到什么了？快夏至了好，那从立春雨水惊知春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对不对？立秋处暑白露我们也会用图像记忆方式，让你一下子就把24节气倒背如流，这个就是我们，要练习我们这个头脑，启动我们的右脑，我们把这一个部分，把快速记忆部分套入我们的24节气，这个也是让各位在练习练习使用所谓的右脑的分析的右脑的记忆。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有第四课叫做学会快速记忆，掌握行销的话术哈。啊，里面就会有所谓的环扣锁链，就是哎，你一下子哦，我们可以考试嘛，就是说啊，来，我们现在有这个班有30个人，每一个人想出一个名词或者一件物品，那30个人临时想出来的，我们就把这30种物品用环扣锁链法把它锁起来。那等一下。从1到30种，每一个人绝对都会。为什么？因为一个扣一个，就是所谓的数位式的相连法，哈，环扣法，啊，这个就是当初我在学习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人记60，哦，就是一般的。我们这一班现在在练习环扣锁链法的时候，全班都要记60项产品，从1到60项绝对不会漏掉的，哦，这个我们在这一堂第四堂课里面也会来教。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来教各位哈，如何把一本万年历，好能够用10分钟的时间把它背起来。我也出了一本万年历嘛。那一本万年历如果以200年来讲呢，200年一年有365天，那每一天好的天干地支，好每一天都有天干地支嘛。我现在在抖音哦已经录。哦，今天大概就录完5集了，就是365天，绝对脱离不了哈、哦、地支啦，脱离不了五行嘛，对不对？就是，哎，看是谁的五行，或者哦木火土金水，就是这5种5行嘛。那我们利用这5种5行，再分配在所谓的365天里面，所以天干有五行，地支也有五行嘛，哈、哦。那问说，哎。那明天的天干地支是什么？我想，如果我们没有手机啦，啊，来查询，或者是一本万年历在手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但是我学会了这一招以后，我就可以将这个一个简单的公式哈，告诉你，那你就可以把从西元哈，譬如说从西元啊1000年啊到2000年哈，每一天。啊，比如说我们2024年，今年才2023嘛，2024年的8月5号，它的天干地支是什么？我们就用我们这一次要教的方法啊，告诉你，你大概学会了以后，学可能要花30分钟哦，但是你学会了以后，你大概在15秒之内，你就知道哦，2024年的8月5号，它的天干地支是什么？啊，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方法，那。这是一个公式的计算，所以我们也会把它编成哈啊，这个大概半堂课而已哈，大概半个小时就教完了。但是你会认为说学这个有用吗？我跟你讲，我们人生啊，譬如说我们活80岁好了，90岁了，90年来不是每天都是学每一种必要的哈有用到的课呢？我们为什么要听音乐？啊，听这个音乐对你有什么帮助？对你赚钱没有帮助啊！你为什么要听？好、哦，那道理一样，你学的这个叫做10分钟背会一本万年历，对你人生有什么意义？当然有意义啊，因为别人不会，你会，这就是一种差异化嘛。差异化就会让你心情爽啊。啊，心情爽的时候，你的血液流通比较快，那是不是身体会比较好？啊，你的这个人生哈，就会过得更有意义嘛。所以，我所教的每一种课程，不是说教了，我没那么厉害了，我就跟你们分享的每一种课程，我都当初都是啊，花很多时间、金钱去学回来，而且在这人生的过程之中，我都会分享。因为分享了以后，人家会说：“哇，黄老师你怎么会这一招？我不会。”那我就很爽啊。所以人生。学每一种，其实都会对他的人生哈的这个什么精神也好，身体也好啦，或者运势也好，都会有加分的效果。所以你不要说啊，我现在做这个行业根本用不到这个，哎，人生不一定是这样哦，对不对？啊，有时候你去学了某一个啊这个啊，比如说阴宅，因为我本身我也有花钱去学阴宅，但是到目前我都不碰这个阴宅。那你说我当初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啊？那么多时间去学英仔？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的时机点就是，哎，我想去了解一下，但是我不一定要靠去帮人家做阴宅部分来赚钱嘛，就是这个的意思，各位了解就是说，当你学什么的时候，你不要把它拿来说，哎，我学这个能赚到钱吗？哎呦，哪有说你学每一种东西都是用来赚钱的？没有，没这回事哈。好，那因为我们快速记忆就是要来启动我们的右脑嘛。所以你当你学完了以后，你就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知识跟这个所谓的一个话术来跟客户做或者朋友来做互动嘛。所以如果你以后是想真的开一家命理馆，你只要学完快速记忆启动右脑，你所学的你就可以更容易跟可以更跟客户更容易做成交。因为右脑就是潜意识，那我们人很有意识，就是因为我们左脑很清楚哦，你今天是不是要来骗我？你今天是不是要怎么样？你很有意识，但是有时候生意成交都是靠什么？潜意识，都要靠潜意识。所谓潜意识，就是说我在台北有认识一个不错的同学哦，他当初学姓名学。客户来找他论姓名，论一论以后，他从姓名学里面，他就开始去跟客户催眠，说：“哎，你从你的名字里面呢，可以看出你家里你家的右前方右边呐、啊，哦虎虎老虎的这一边好像有大楼，有壁刀，有没有？你看哦，他人家是来找你论姓名，你是一个。”能够启动潜意识的，你就可以看出他家里面的右手边可能有壁刀，或者是有路冲，或者是有电线杆。好，那对方就说：“哎，好像有呢。”那客户就继续追问我那个同学，我那个同学就说：“哎，你这个因为他是在湖边，所以你。”家里面的成员有可能在外面比较容易有一些意外血光哇，刚好他回想里面他家里住了四个人啊，就是在几年之内都会有一些真的小小意外有流血哦，他就说啊老师你有没有在帮人家看阳宅啊？然后你看哦，这个人本来是来问姓名学，他就又接了一个到他家去看阳宅的机会。这个就是，你看哦，他只是从姓名学的相，姓名叫做相学嘛，从相学里面用潜意识让他去想象他家里右手边有壁刀，然后又多接了一笔阳宅的生意，所以看阳宅钱一定收的比这个叫做姓名还多嘛，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当你了解了如何应用潜意识。那你就可以更能掌握到一笔生意的成交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我是搞命理的，为什么要去教这些？就是要告诉你，不要一辈子汲汲营营，就是一直在钻研。我要学到在命理学到全世界最厉害的这个功夫。我跟你讲，这一辈子你绝对追求不到的，因为人的命运不可能因为你。钻研某一种科系，你就能够成为天下第一，不可能有天下第一，因为一个人的命运牵扯到了叫做什么天时，对不对？还有地利跟人和，对不对？天地人，所以汲汲营营的去钻研某一个学术，想要成为天下第一，所向无敌，这是不可能让我们得到的。所以一个人的购买行为只归纳一种需要，一种感觉嘛。哎，他今天要结婚，他想请老师来看个择个日，对不对？择个好日子，哎，这个叫做需要嘛。但是这个客户他要结婚，他可以找一二三四五个老师，那他凭什么要找到我们？是不是要对我们感觉好，他才会找我们嘛？所以全天下命理师那么多。为什么他会找你？他为什么要找我们？是因为你跟他互动的感觉，让他觉得我一定要找你，就是这样而已所以
不管它要命名也好了哈，命名起名也好了，它就是一种购买的行为。那购买的行为归纳出两种状况，一种叫做需要，一种叫做感觉。所以这次我们已经决定嘛，对不对？这次有24种课程，对不对？好，那如果这一次有报课的人哈，我们是7月12号正式开课，有报课的人，我就会送我之前在台北哈有教一批学生哈，是教姓名学，因为现在生孩子就是生孩子哈，生孩子很重要，那起名也都已经变成啊这个叫做必须的哈，就是需要的。所以我就会送，我有教四派的姓名学。当初我在教授这个姓名学的时候，我有把它录起来，好，大概18个小时，都讲重点哈，如何论名跟取名。所以如果有来报这个课，我们再加上这个四派姓名学。那如果以单项来讲，这一次教24种课程，再加上四派的姓名学，总共这一次各位可以学到28种，但是绝对不止28种，因为我爽的话，对不对？我可能在这个学啊，这个我们的时数课程里面，我会加很多哈，你们意想不到的一些课程啊，因为这一辈子我到现在都一直在研发新东西哈，然后学习新东西。因为人没有进步哈，就是觉得很无聊嘛，所以说，这一次整理了这么多，就是要让你们一去哈，一次把它哈，一次拥有就对了哈。好，那你们觉得目前在这个行业里面竞不竞争？来，我们线上的请回答一下，这个命理的产业在目前的社会上竞不竞争？不管在哪一个国家了哈，因为这现在在线上应该有很多哈国家的。这个朋友嘛，在你们的国家，在你们当地竞不竞争？很竞争，对不对？所以，既然竞争的话，就代表你如果要赢过别人，行销输赢的关键点就是什么？很简单，我统计的结果，因为我认识在台湾，我认识的老师不下几百位，但是有一些功夫真的很棒哦，我理论很强的哦。但是目前他的收入都不好，是因为他在行销上面的关键点哈，就是太普通了，就是没有所谓差异化。那今天我讲的重点，我没有比其他的老师更厉害，但是我的差异化相对的就比较强烈。为什么？因为我是开发软件的，那我用。软件不是老师哦，软件是一种辅助工具哦。你学的紫微斗数，你学的八字命理，你可能都花单一的课程，你都花很长的时间。可能有的我认识的老师学八字到现在35年了，但是你说他全部把所有的知识点都记起来了吗？不一定呢。有时候在论命的过程里面，他忘记了哪一些该谈没有谈到的啊，因为我就是。有软件，所以我把所有的重点都收纳在软件里面。当他在论命的时候，能打开他的这个八字命盘，哦，看到哦，这里有提到这个，他在论命的过程里面，他就可以把那一句话拿出来跟客户互动，这叫做微小差异哦。所以我今天能够在这个产业里面活得还不错，那就是因为我有微小的差异。所以我有一次到星光人寿去演讲。当我早上8点到他们公司以后，他们的主管就说我等10分钟。那这主管就他那时候是农历的7月，农历7月在台湾呐，在台湾农历的7月是鬼月嘛那鬼月的话，几乎所有这一些很多产业尤其命理的产业，大家都一动不如一静，都没什么生意。那保险也一样，要想接。在7月去拜访人家，人家也不太愿意让你去拜访所以成交的机会就很少。那个经理就刚好在写这两个字，他说：“你们有没有看这个是不是小？”我问一下有没有在马来西亚或在大陆
鬼月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命理产业里面生意会比较不好？你们那边的习俗啦，有没有跟台湾是差不多一样？鬼月就是等于农历七月、阴历七月的时候，是不是对我们这个产业啊，好像也会有影响？有没有？台湾以外的地区的，回答我一下，因为我不了解哦，不了解当地的生态嘛。会吗？七月会不会说在这个做法事，它超多？但是除了法事以外啊，人家来算命啊，来叫我们去看阳宅啦，这些呢，会有更多人问。七月反而会更多人哦。哎呦，法会当然会更多，因为鬼月嘛，哈，所以做法会是中元节很多人。哦，好，那。哦，我只记得说，譬如说你要入宅或者安神啦，哈，这一些在七月几乎啦都没有人哈，没有人要请老师去做了。好，那这个经理就说小月，因为这个是不是月？啊，这个是不是赚钱？他就在想说，你如果一个人哈想不出方法，那你就可以找你的同事用行动。走出去，你小月也能赚到很多钱，这个叫做行销。那行销必须什么？行销就必须你是在卖什么东西嘛？你在做什么工作？如果一个人真的想不出办法，你就要再找另外一个人嘛。所以我以前不是有讲，常常讲过一句话，叫做一个臭皮匠，对不对？做不出好鞋样嘛。两个臭皮匠就是两个人。两个臭皮匠有事好商量嘛，那三个臭皮匠就胜过诸葛亮，所以代表你碰到你的产业的瓶颈的时候，你真的不要自己一个人哈，再想办法，你一定要出去找一些同行哦来了解一下。所以我从2000年，目前我现在刚好在公司里面啊，跟各位来做直播，我是2000年搬到这家公司正式开店，在。前3个月我是亏损的，因为没有任何资源，一开店我就请了另外三哦两个啊、哦、两个人啊、哦、一个老师一个业务，然后就开始去打电话开拓所谓的保险公司的市场，说你们单位有没有机会让我们去做免费的销讲，就是演讲啊、我去教你们的这个。同仁哈，业务同仁哈，来，学习一些叫做开运名片的话术，跟数字吉凶的话术啦，跟八字的话术，哦，那时候前3个月，一天打了30几通电话，没有人理你呢，哦，那时候前3个月亏损，但是到现在你看，2000年，今年是2023嘛，对不对？几乎23年，我现在在这里23年，几乎没有亏损过，就是代表。我战战兢兢的在这个产业里面啊，一直在努力经营，所以差异化就在哪里？因为我是写软啊，我是研发软件的嘛，这个叫做差异化。我帮人家命名啊，没有，这里是结婚择日嘛，我就给他一本啊，用软件打出来的。然后八字论命我也给他一本，紫微斗数论命也好一本，然后改命名改门改名，帮人家看阳宅。我都给他一本完整的，这个叫做计划书。一般命名改名，一些老资格的师傅就是一张红纸，对不对啊？上面给他几个名字大概用红包袋塞进去，大概是这样。但是我从我2000年职业以来，来找我改名的，我绝对做一本，因为我有软件嘛，我就做一本。这个命名改名的规划书给他，上面提供了至少五十组的名字，然后再加上他个人的八字，因为我有八字软件啊，所以我就用八字软件打出这个人从1岁到100岁，整个大运，还有他这个小孩子从上学到。这个工作他需要走哪一类的工作哦？打哪一个读书读哪一个科系的啊？以后
这个出了社会要上哪一类型的哈、哦？这个什么，工作，我们八字都知道嘛，都有喜用神，对不对？我们就附在我们的姓名学的书里面，这个规划书里面，你看这个就是差异化了，因为所有的很多老师九成以上的老师都是只有一张啊、哦，命名改名就只有一张红纸大大的 A4 的哈，大概 A3 的也好了哈、哦，然后塞在红包袋，但是我是给他一整本。啊，一整本至少有三十张 A4 那么大，这个叫做差异化。所以你现在如果生意很好，我恭喜啊，那你也不用再去做任何改变，因为你生意本来就很好。但是如果你在这个产业里面觉得说你已经很认真在经营了，为什么生意一直好不起来？除了你跟客户互动的态度以外，你有没有跟别的老师有差异化的？一些打算，那个叫做一些差异化的模式啦，我这样讲各位了解哈，所以你只要有差异化，你就可以博得这个人对你特别的印象，对特别的印象，所以差异化就必须要靠工具来配合，你才有差异化。所以到目前这23年来，现在是2023嘛，我在这里开店，总共23年来。我们里面的张老师改名哈，只要给他改过的，譬如说这个，10年前啊，来命生了一个孩子，起了名以后，他隔2、3年又生孩子啊，总共生了3个，绝对不会再去找别人的，因为我们针对他所生的孩子，都帮他做一个名字跟八字的规划，他会认为到别的地方的老师哈，都只给一张纸啊，到我们这边就会给30张的建议书，你看这个叫做差异化。所以，有时候在经营一个产业的时候，您就必须好好的去把你的计划做好。每一个客户都是很宝贵的，好，你不能说随便应付一下，应付一下他就不会来找你了。好，那这个也是在出言哈，也是在大概19年前吧，我上了一个电视节目哈。台湾电视台的电视节目，我就去告诉他们粗盐如何好用哦。粗盐你不要小看哦，就是从海里面把它拿起来，拿上来的水把它晒干，那个才叫真正的粗盐。我们在炒菜用的哈、哦，那都是叫做精盐哈、哦。那叫精盐的话，它的功效哈、哦、就会少了许多。所以粗盐它有去除厄运、清洁作用呢、啊，增加人眼协调的能力，还有改善财运哈。那这个我们也是大概40分钟的课程，我把粗盐的用法如何应用在我们的阳宅里面我们会讲得很仔细。单单这个课程就可以说服很多人了，因为米酒、白米、粗盐就是我们老祖宗所传承下来的3种自然的这个叫做。进化叫做辟邪进化的一个哈，一个啊开光啦、进化啦，这个很好的自然产品了就是酒，还有米，还有粗盐，这个在我们的第6堂课里面会讲得很清楚。这个我也印证太多了很多公司啊、工厂啦、生意不好，那经过我教他如何运用粗盐来改善。他到现在经营了20几年来的生意只要他碰到生意不好，他就用这个方法下去，隔不到2天，生意又好起来了这个太多的案例了等你们来上这个课我会告诉你如何应用最简单的粗盐可以让他们一个生意场所也好，住家也好能够住得平安做生意的能够生意蓬勃发展。好，那我们这里有一张海报也大概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谁才是真正的贵人第一，带你赚钱的人；第二，约你学习的人像今天你们看谁约你的这些人也是你的贵人，因为现在在跟你们分享的人就是一个非常愿意分享的人所以约你来学习的人是你的贵人。第三，和你谈人生的人
就是帮助你厘清思路，为了让你更加快速成长，这个也是你的贵人。第四，和你聊理想的人，啊，让你明白到底才是自己想要过的生活。那我这一次开这个课的目的，就是说，因为我发觉到三元九运这个地理，三元九运是从明年2024年开始要走20年的这个九黎的火运。那这两三年啊，几年来啦，就是 TikTok，就是在大陆那个有没有抖音啊，在大陆以外的地区叫 TikTok，发展的很快速，而且在抖音上面赚到钱的人也很多。那我们命理产业能不能把它延伸到去抖音做我们的一个销售管啊，作为我们一个平台管道？我发觉说，哇，原来抖音这个平台是大家在运用的，而且是又不用钱，而且它又是属于火的行业，因为它就是网络，就是一个平台，对不对？啊，你录完一个小视频丢上去，这个都是属于网络生意，刚好符合我们九运的一个平台。所以在这一次的课程里面，最后我可能会增加3个小时，好，只要有报课的人，我希望你能跟上脚步，就是你学完了整个流程以后，你开始要用你这些所学的，加上你原来所会的，要去把它包装，让你也能够自己拍摄一些自己的行销广告的一个视频，利用抖音能够让更多的人透过这个平台来认识你啊。如果不会的因为不困难的但是如果不会，我到时候我就会邀请会的人来帮我们上课我来出钱来教会你们说你除了命理以外，你当然要有一个行销管道，你才能生存嘛你不是说学完一把的功夫然后在家里就有客户来找你很难呐，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把自己广告出去所以我今天就很想成为你的贵人，因为我想追求的我也都会如一如实的来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好，那我2000年我开始去我台湾的全台湾的保险公司去跟他们做互动的，我请这个每一个单位给我50分钟，我就去教他们这名片学，那名片学九宫名片学就是把一张名片画成九宫，有没有？一摆在这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宫，那九宫名片学它，在我们这次的课程里面，我大概1个小时就能谈完，而且非常好用，准确度也蛮高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那现在当然也有也有几个国家甚至在台湾这个课程都还有人在教学跟他们学也都蛮贵的那这个九宫学里面，它就是以4个重点嘛，就是公司，就是看这张名片上面的公司占了几格，有没有？这里不是吗？如果说公司在这里，公司行号在这里，那就是占到二三四啊。那接下来名字占几格？问它的生肖，生肖它牛就是二，兔就是四，对不对？马。然后呢，底色，像这张名片的底色来讲，这是白色啊，白色看哪里？就是看这里。你看，就是这里不是看到有4条线吗？空煞、孤寡、无主，对不对？好，那只要公司名字被这4条线切到，那就是这张名片就是使用上就是有很大的漏洞缺点的，就表示是不及格的。那你如何避开这一些哦？在我们的九宫名片学里面，我们会讲得很清楚。那所有的你只要用透明卡去诊断他目前所印的名片，我们就可以帮他算一算以后他的总数加起来，如果是13、37、61叫做破财。那如果是14、38、62是贵人，好，在这一个九宫名片学里面，当初我学九宫名片学就花了3万块台币了，所以在这一次里面，你们一下子学了24种，又不用花那么多钱所以真的很值得好，那像这个有没有震撼干洗店被这个线切掉，其实这样就已经不及格了
陈美丽又被这条线切掉，所以我会花一个小时将九宫名片，我当初所学的如一如实的哈，全部哈，在这一次的上课之中，连讲义都帮你们做好了，你们就可以学起来以后，你独立可以在以后在抖音里面去做广告，说你也有在教人家如何做名片，你就可以去招课啊，然后去招生，你要把。这一次上课的钱赚回来，其实真的是很简单的哈。好，那像九宫名片，我现在的名字呢哈，还是本名还是叫做黄培姐，对不对？那我现在已经改成叫做黄恒玉嘛，因为我有出了几本的姓名学的书，如果我用这个名字哈，跟我的所写的书哈会有一点冲突哈，这样的话就下不了台哦，所以我当初。开这间公司在2000年的时候，哎，好，91年对，2002年的时候，我设计了一张名片，就是用这个名字。那时候这个算起来哈，就是28，28叫做拓展。所以我从2000年、2001年开始，每天哈去演讲哈，到各地方啦，狮子会、胡伦社啦、同济会啦，哈啊什么哈，好多的社团演讲。那时候就是在拓展我的业务。好，那接下来呢，在2004年，哦，我就改了，这样的一名片哈，你看名字在这里，这个公司名在这里，名字在这里，那我生肖属狗的，然后呢用黄色为底，所以在2004年就这个刚好是自产，所以我就在。这一张名片做完，好像4、5个月，我就买了一栋房子，所以开名片也不错哈，好，那再来2006年，我成立了一个协会，就是台中市武术教育协会，这个格子算一算，它就是属于叫做高升，所以我从一个小店的老板高升为一个。教育协会的这个会长，理事长，所以代表开一名片，九宫开一名片是有它的一个什么叫做架构，我们只要依据它的架构去设计，用起来使用起来了应该会比较顺畅一点。好，那九宫呢，当然脱离不了八卦嘛，因为我们在阳宅里面，一张名片四四方方的，是不是等于一间房子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它画成八卦。有没有八卦就是这样画嘛？有没有这里是太极点哦那你看到名字的杨志宏名字在太极点，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在我们的八卦名片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而且在诊断上几乎有80-90%都错不了。所以八卦名片现在在台湾设计一个八卦名片，就是帮你设计啦，也帮印3盒印给你，大概都在6000块左右帮。设计名片不是很便宜吗？但是因为你是开运名片，所以就会经过你的设计，它的价值就提高了所以这个是属于八卦名片，像这个有太多缺点了。你看这个名字是水，对不对？黑色属水嘛，这个是火，是不是？名字来克公司，我讨厌公司嘛，这样反正有太多的细节，只要你来上完这个课，你就知道一拿到一张名片，你就如何诊断让。客户觉得哇，你怎么从我的名片就知道我在这一家公司上班的情况哦？这就是八卦名片像这个我以前开了一家广告公司现在这一家广告公司在我们的台中的西屯生意很好，是因为我不做了，我交给我们的这个当时的师傅。那我做这个的时候，你看看设计起来看起来也还 OK，但是所谓的你们有学过行家阳宅对不对？行家阳宅是不是看行？那这一间房子，这里就有很多的，有没有？这个好像是壁刀，对不对？壁刀射到公司的名誉受损，射到人容易受伤，所以这张名片显然就是当初没有考虑到，原来也要考虑到行家挡眼法的一些这一些模组上去，那也要注意八字的空亡，你的每一个人。都有年空亡跟日空亡那你的名字就不能放在空亡的位置，那
在开啊八卦名片里面着重的也是五行相生哈，就是木火土金水，就是人名要生公司，公司生商标，好，颜色不要太多，位置不要相刑，不要相克，不要相冲。来，请问一下各位，这一张呈现什么样的状态？名字跟公司，五行成什么样的状态？有没有人知道？啊，没有人知道吗？五行哦，水克火哦，没有错嘛。对，因为名字是水嘛，那这个是火，对不对？水克火就代表我很讨厌公司嘛。我们这个不是有讲说人名要生公司吗？公司再来生商标嘛，哈。所以在八卦名片里面，它真的是比较复杂一点。在这次的课程里面，我们大概会归纳2个小时，1个小时讲九宫，2个小时来讲八卦，让你们至少学会这两种名片设计学那不得了，未来太有话题了哈。虽然现在用名片少，其实坊间用名片的还很多哈，不是说没有人用名片。我现在还是碰到谁，我还是在递发名片，因为我们的名片上面就要印我们的微信的条码跟 LINE 的条码，对不对？你交给他以后，他回去以后再慢慢啊，他要认识你，他就用他的手机拍二维码，是不是？你们就联系上了。所以名片还是需要去使用的哦。哦，那八卦名片它要分春夏秋冬嘛，对不对？春天就在这里嘛，我就春天，对不对？好，业务希望啦，商标啦，客户利润啦。同事啊，财务系统啊，合伙人资金薪水啦、啊，办公环境啊，员工品质，这个有很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当初学到这个八卦名片说，哇，开发这个、研发这个开名片的太有才了哈，这太棒了。所以开名片也让我真的收获蛮多的也赚蛮多钱的因为设计一般的名片可能一盒几没有多少钱，几块几百块，但是因为开运名片嘛，所以它的价格就变得非常有价值。好，那这个是到最后都还要一个叫做开光点八卦。不要因为没有阳光就放弃春天，不要因为没有事业、没有掌声就放弃梦想。所以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不管接触多久了不要认为说，我积极已经在经营，为什么生意一直起不来，因为你可能缺少了贵人的提携嘛，所以不要放弃，因为阳光还没照到你头上而已。那不要因为没有掌声，就是说你出去以后都没有人来赞同你，来鼓励你，你就放弃梦想。现在是什么社会了，对不对？什么境界的？你要有掌声，就是代表你要有差异化，你在专业的学术上，你一定要要去钻研嘛，所以一定要坚持要坚持。况且我们如果认识的有什么不明了的，这个是不是可透过我们的微信也好，或者 LINE 也好，是不是我们可以在群里面来做讨论？所以我一直强调说，学习结束，比如说我们这个课可能要上50个小时，五十个小时毕业的不是说这个班就没了哦，就是开始要酝酿更大的作为的的一个时机点，所以毕业才是代表事业的开始所以阳光就是因为还没照到你，那你就放弃了，所以我认识到很多人，就是学了20年了，花了几百万了，结果都没有在这个行业里面赚到钱，他就灰心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第九课就会跟各位来分享命卦。你们不要小看，你如果说命卦你们都听过嘛，因为只有八卦，你是乾一坎命的，二坤命，三震四巽。六乾七兑八艮九离你是什么样的卦的人？大概
啊，会有什么样的特质？那你在哪一年里面啊，会碰到什么样的星啊，就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运势。对，不要小看一个命卦，因为我认识太多老师都在用命卦来帮人家做辅导，而且讲的也蛮准的哈。啊，人家碰到了不好的年度要如何来化解？都是靠命卦的这个学问哦，那我们也就我有发展了一个软件就是当你学完了整个原理以后，你不用记太多了，因为你只要把这个人的出生年日打进去以后，他就会把所有他该注意的，他会碰到的流年、流月、流日内容，通通在我们的软件里面。所以以前你可能要把这些内容要花一整年的时间去做记忆，而且一整年过去以后又不一定能记起来。现在你只要命卦，我打算只教一个小时，配合我所研发的软体，放心，你就能够把它学会，而且懂得去帮人家做解说及化解。这个就是我最拿手的部分好，那命卦就分为64卦，对不对？像这个叫做紫白彗星里面的64卦，里面没有零跟五，对不对？那你如果是一砍命的人碰上四巽的人啊，他叫做生气，那简称叫做贵人那这个以前我们也学很久，那我保证大概在1个小时至2个小时里面，你就会非常的拿手，学起来以后。因为有软件帮助你，你就可以应用得非常非常的熟悉，我等一下马上展示，我们这一次课程里面总共有9种课程都有配套软件，所以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你就会非常轻松。为什么？因为你听完了以后记不起来，但是你只知道整个原理的逻辑，你要答案通通由软件来告诉你。那我也会教一些比较可能会碰得到。会比较严重影响到人的这个身体的像人命配卦或者是人或门比如说我是乾命的人，那我如果娶了一个老婆是坤，那刚好是西司命对西司命叫做延年嘛。那如果碰到娶到一个艮命的人叫天一，好，那都不错哦。如果碰到一个娶到一个一坎命的人叫六煞，碰到九黎命的叫绝命，碰到三正命叫五鬼，组合叫五鬼，碰到巽的叫祸害，那糟糕，不好的。每一个人，西司命配西司命比较好，西司命配东司命比较不好，不好，不好，两个人，人对人不好，对不对？好，那接下来门，人对门，如果你是乾命的人，你开坎门。叫做六煞门，那乾命的人开到离门，你家里离门叫做绝命的门，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有可能会有慢性病，会有癌症，会有这个一些比较不好治的毛病，那有可能不一定100%嘛，有可能会有这种现象，会中风，那我们就会教你如何在阳宅里面去布木炭也好。为什么要布木炭啊？有的组合是要布这个叫做陶瓷品，有的是要包这个这么布这个金的东西属于铜制品，有的是要布这个叫做光的这个叫做灯啊，就是灯的，这个都是可以在阳宅里面做化解的所以说不要小看一个人命的配卦，人命配卦在。断人跟人或人跟阳宅，准确度也相当高这个我也会花1、2个小时把整个逻辑这个跟各位来讲。那人命配卦跟我们的九宫彗星刚好是通通是用到同样的这个叫做数字，有没有？像今年2023年，一桃花星就在西南那二呢，病位二。二黑就在东方，那三呢是在东南。好，那明年2024呢，
二黑本来是不是在东方？那明年他就跑到东南了。那如果你的命卦刚好是巽卦的人，明年就是二黑哦。那你今年2023，如果你是三正命的人，今年刚好是二黑进来嘛？像我是六钱命的人，今年是不是五黄？男人最怕五黄，刚好我今年就碰到了，所以我在家里的西北方。如果以不以人来讲，所有的家庭在西北方都是五黄这一颗煞神哈，进驻在这里睡觉。如果你常常在这里走动了，或者在这里你家里有运动器材啦哈，在这里动来动去，那就会碰到五黄，吵到五黄的这个煞神，他就会来找你啊，找你来修理你，有可能就让你造成身体上的哦不好不安，就是生病或者意外血光。哦，都有可能，所以九宫彗星就是代表每一年它的哈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通通飞来飞去。那如果飞到那个阳宅的那个位置，好像二黑啦、三啦哈，它五啦、这个七啦，都是不太好的星，飞到阳宅的那个方位，那个方位要小心。那如果碰到了你的命卦，那个数字碰到你的命卦，那你也要小心哈。这个是属于紫白彗星跟九宫彗星，它是同一个理论的哈。那像这个是我的家，好，我目前住的东方是我的书房，那五房是在西北，刚好我家里是从西北方开门进来，那每天进进出出是不是动来动去？那西北方是五黄的煞神在这里呢，他在这里睡觉啊，我每天动来动去，所以我必须要化煞嘛，所以我在过年前，哦，还没立春之前，我就在我家里的东方，哦，因为二黑也不能乱动嘛，就挂了一个铜铃。那我在家里的西北方也挂了一个铜铃，那代表说，哎，二黑五黄是属土，需要金来泄掉，让它能够有出花的管道，出花的管道了。所以这个是对每个家庭都一样，只要你家里面金2023年二黑一定落到东方你，所以你如果愿意相信这一派，它确实有可能影响到你家里面成员的一些身体，那你就去买个铜铃哈。风铃、铜铃都可以哈，要铜制品的啊，葫芦也可以，就一个挂在东边，一个挂在西北。那明年呢，就要把西北的搬到西方来，那要把东的往东南啊放过来，因为明年的五黄二黑全部都会变动哦。好像这个风铃也可以哈，因为只要走动了，它锵锵锵锵锵就把这个煞，好，把这个土煞把它卸掉。好，那接下来一个家庭，我们就划分为九宫格哈，就是九宫格里面就有八个方位嘛。那哪一个方位啊，不能放哪一些东西啦，啊，或者有奇门四害啦，我们在这一次的课程里面，在教九宫彗星的时候，我们就会交代清楚。除了诊断以外，我们买东西回来，哪一些东西不适合摆在哪里？哈，这个都是会跟各位来做分享。好，那现在我们这次的24堂24种课哦，不含姓名学啦，就有24种嘛。那我们配套的是叫做九宫飞星哈软件，我现在来给各位展示一下哈。到时候有报课以后，我会开放给各位哈，这个软件配套的这些软件哈，给各位来使用啊。然后你们如果说这些有一些老同学哈、老师哈都已经有这些软件的哈，你就可以选其他的软件，因为这次报课我们就会送同等值的这个软件给各位嘛哈。因为要让你们学，一定能学得会，而且有工具来使用，这样才不枉费你们花钱又花时间哦。好，
那一套就是类似，就是这一套，纸白飞星有没有？论流年，流月，流日。那这里就有让你选项嘛？你如果是有没有人要来论一下他的人格特质，流年、流月、流日碰到了什么样的现象？有没有把你的出生年日打上来？一个就好，一个就好。1975，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打了，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哈。我现在就是说这一套软件要如何使用了。当然，我们会先上2、3个小时的课程，把原理都讲了以后，那一些概念有了，你不用去记课程的内容了，因为讲义只是要让你做以后要查询用的，好，要来用功认真用的。但是要使用上，你最好多搭配软件，因为软件都已经把讲义里面、课程里面的所有内容都已经做到软件来的嘛，哈，1975嘛，哈，好，那这个是要用阴历的哦，因为你如果是在2月5号以后，大概都是好，都是一样的哈，它只看脸而已。那你要论哪一个，通通把它打勾。啊，打勾以后，这个又可以论哦。你是1975，啊，你的对象呢？刚刚1975的这个人的对象是几年的？来，顺便我帮你论一下，你们两个合不合？这样有没有你的对象？1986，好，来，我们现在因为这里刚好有一个功能，就是两人合不合嘛。1975的人，他的对象是1986嘛，哈，好，那他应该超过二月吧？1986有没有2月以后哈？好，OK，好，那现在。你看啊，全部总共有9项功能，对不对？我们设定好，通通打勾。啊，我们一打开，啊，你看，你个人是七对命，然后呢，特质在这里哈，一生之中追求欢乐怎么样哈？好，来，那2023年七对命刚好走到武曲星，哎，第六武曲星是不错的哈。好，那2024年明年呢？走到五哦，所以七对命的人，1975这个人哈，1975吗？对哈，好，明年就要注意了，因为明年最差的星哈，就是飞到对宫，你家里的对宫西方也会飞到哈五啦，也会飞到。七对命的人，那要注意肉类少吃，好、哦，可能如果没有化解的话，有可能会有脑中风、高血压的风险。因为七五同宫，虽然它是偏移，但是毕竟五这一颗星是很不好的哦。好，那2025年呢，就变成是文昌星了，有没有？在这里哈、哦。好，接下来呢，流月。今年的6月刚好，所以这个月哦，啊六月，哦这个要农历，这个是农历6月，现在还没有到6月嘛，哈，对，下个月要注意哦，因为月的午已经进入了哈对宫了，所以也代表啊这个可以赚到钱，但是身体要特别注意哦。好，那7月呢？文昌星对不对？八月呢？9月、10月，你看11月、12月，接下来流日呢？所以你如果说有，你是在做生意的，要跟人家谈事情，你想要应用我们紫白飞星的飞星原理哈，去跟人家谈生意，它是可以。如果这件生意是可以约日子的，那你可以约啊，6月21号、22号、23号，找一个对你。分数最多的，你看啊，这6月21号是不是71分？那6月22号是不是69分？那6月23号是不是84分？你就可以选择最好的分数最高的去跟他约出来跟他谈事情啊，所以他这个是可以论到流月的，所以一套课程又有软件，又有软件来配合你，是不是相当好用？那。流月流日，好，那哦，刚刚我们还没有谈到最下面，就是你跟
你的哈啊、哦哦，这个是流时哎哦，6月21号从子时到亥时几分都写在这里嘞，好、哦，那想求财运好，他会建议你如何配？哦，原来可以配一个八卦的转运金牌乾卦，你的财运就好。那如果要家庭圆满呢？那你就要配一个这个叫做延年的，转运金牌是艮字。那如果要让你的身体好的呢，就要配天衣嘛，那就是一个坤字。因为兑跟坤是天衣嘛，两人的合不合呢？哎，你跟1986的配1975跟1986刚好是天衣，哎，不错哦，这一对是属于二七配哦，是同样都是七司命。他就写在这里，这些资料哦，你不要小看这些资料，在外面的书几乎很少人谈到这一些是因为我学了很多老师也买了很多书回来，然后才能把它整合出一个好的软体资料丰富的软体给一般的人来用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叫做紫白彗星好，那我们继续来谈一下。油房屋断缺角，那尤其我在大陆上课几乎每一天的课，如果谈到阳宅，班上如果有60个人，几乎有40个人都说他家里缺的。不是缺钱方啊，缺梗啊，缺正啊，他都说要用什么来化解，对嘛？现在的建商为了要取得最高的容积率，对不对？他都会，我把它，用这样好了，他都会去盖出他最大的容积率，所以都一定会有缺某一个角。那我研究了很多化解的方案我发觉到缺什么补什么。譬如说这个地方是不是缺艮？那缺艮你就用一个艮卦，对不对？然后呢，缺东呢，比如说这里是东，那你就用一个震卦，然后再用一个缺，好像是个缺东，缺东就是这个家里面想填一个男孩子，但是因为震为震养鱼就是。男孩嘛，那因为缺冬，就是代表可能生不到一个男孩，那我们一定要把它补起来。那补起来就用我们的六地乾，六个皇帝，六个朝代最兴盛的有六个皇代，皇帝，把它做一个36枚六地乾，再补一个震。那如果缺艮呢，一样就补艮，所以说这个缺角。总共各个缺角都有它的论断的依据，你们只要把这些学起来，到时候在我们的软件里面一打开就可以念答案了好，那缺角也是一堂课哦。那这一堂课我们也大概花我看你不用太久，大概30分钟就可以把八个方位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在奇门遁甲里面。要如何断？要如何来化解？在传统的风水里面，要如何来断？要如何来化解？我们大概40分钟就可以把它讲得非常的贴切让你们可以独立成一个片子。我说的这一些，都是我未来想要在抖音或小红书里面来讲这个简单的课程。你如果开直播来讲这个课程你看哦。有可能就有一些学生就是愿意花钱来跟你来跟你学，那你是不是学完了以后，你是不是拥有自己的一个脑袋的东西了，学问了？你以后要变现，那就很容易了。那你如果没有学，没有整理出一套很有逻辑、很有规律的一个课程，你想要在这个行业上面去吸引到一些族群可能也不太容易。那你知道我能够发展软体，我能够开发软体，我能写那么多书，想必我在整理资料方面是应该还算不错。
所以这次如果你们来报课，我想这些讲义真的值得让你们花时间来学习来取得的了哈。所以未来如果有报课的人，以后的成就一定会有很多人成就比我好的人一定有很多，因为我年纪已经有一点年纪了嘛。那也许你们现在都30、40岁、40、50岁，哇，正青春年华的时候，你们来学又快，然后行销的魅力又很强，所以你们没有问题的哈。所以在第十一课有房屋缺角的部分。好，那接下来还有财位，很多人找我们去看房子都说啊，老师，我的财位在哪里？哦，很多人都这样问的哈。那我也学了几派的七派。布局财位的气派的一个阳宅的学问，所以我把它统合在这一次的12课，让你们单独寻找工厂、公司、住宅、罗盘的一个财位，你就几乎用我这一个7种方法的其中一两种来做布局，我想应该都不会太差。这个是因为经验所得所以这7种方法，到正式上课的时候，我会把整理出一份这个讲义，然后再跟你分析说要如何来去寻找财位。你一学就会了，因为经过我整理的资料，你一定马上很简单就学会了。那第13课呢？现在有很多从事买卖房子的，那卖房子真的呢，景气不好，房子不好卖。但是我们也可以运用我所学过的7种卖房子的方法来增强我们卖房子的一个机会点比较容易卖得出去。不见得说我们做了这些方法就一定能卖出去，但是至少比没有做，比没有去布局更容易能把这个房子卖出去。那这个卖房子跟卖车子跟卖货品都一样的道理。如果应用在奇门遁甲里面，就是用我克，克我则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次24堂课里面就有3、4堂课，通通是在讲奇门遁甲的简易法门。奇门遁甲要学到论到非常细腻，那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我把奇门遁甲里面最简单的开运方式跟化解方式把它挑出来让各位能够应用我所开发的软件能够去做论断跟化解，这个叫做差异化因为我有软件你说想要写一套软件那么简单吗？是不简单的，因为你要学过很多老师的课程要去收集很多的资料，因为软件一写出来有没有料准不准，这个使用者都是很现实的，如果软件写的不好，你就不会有人买嘛。但是我的软件都很畅销，是因为都是经过我苦心的去研发的哈。所以这次的课程24种课程，除了快速记忆没有软件以外，其他实物上的运用呢，几乎有9种至10种，通通有配套软件而且本来这些软件都是在卖给一些学员或者是一些老师，他们要花钱来买的。但是因为我想要把我整理的这30年来所整理的一些这24种课程把它传承下去，也要把它应用在我未来抖音的行销上面，所以我就开了这一次的课程，因为我要赶上九运离火运的网络 AI 的这个列车。所以我就必须善用我的软件，那也提供了这些软件，让你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更加容易能够学会。这个是7种第13课，第十四课呢，就是有8种布文昌的方法。现在孩子都生得少，文昌确实是很重要，所以我也花了很多时间、金钱去学了很多的课程。哦，原来布文昌，就有8种不同的派别跟方法，也是在我们把它独立成为一个小课程，就是针对文昌的，其他的都不管了。
那文昌要如何来操作？那不可能说，哦，等一下，我们会用到的，我都会展示给各位看一下。啊，布文昌真的也很好玩哈，啊，也很实用哦。好，那接下来，这个是在2019年以前呢，我们都是要学罗盘哈，都是独立课程哈。那学罗盘大概也要花几万块的时间哈，然后也要上很久的课程啊。但是我也出了一本哈，这个全世界最容易看得懂的一本罗盘的书哈，是全彩色的啊。那号称所有罗盘书籍里面，因为我为了要学这个罗盘如何使用，我去买了至少30本外面别的老师所写的罗盘的书买回来，哇，30本里面有29本都只能看懂1/3，其他2/3都看不懂，所以我就发觉这一些老师都太厉害了，因为他写的太专业了，因为罗盘是要使用的，并不是教学，所以我就当初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用我是一个使用者、一个学员的心态，我要如何让我买到这本书的人能够看得懂？我用学员的心态来写这本书，所以这一次刚好趁这个机会，我就把它整理出。这个罗盘我大概会上比较久一点，因为这个罗盘里面有6大派的系统，是我当初至少花了5年的时间去学的5大派系统，真的花整整5年的时间学的6大派系统，然后学了那么久，我这一次想要在4个小时里面，甚至在5个小时里面，把我这常常用的6派的阳宅系统，就在罗盘的这一个篇里面，把它写的教得很详细。那很详细以后，我就会罗盘就是这样一层一层哦。好像说这第一层天池对不对？第二层先天八卦啊，然后人缘每一层地盘、天盘、人盘呐、这一些紫白彗星、乾坤国宝三眼悬空，什么都会教。这些教完以后，你们都不用背，因为我现在已经把它整合在电子罗盘，因为这一套是刚开发好没，还不到2个礼拜嘛。当你学会了，我花了5年的时间去学会了那6派的阳宅学，但是你不可能记起来嘛。那现在很简单，我透过了这6大系统的阳宅学，我把它整合在我们这一套电子罗盘的这个软件里面。未来你只要上过这个课以后，你都不用记忆了，因为所有的答案都是在这个电子罗盘里面会告诉你。那这个电子罗盘里面含什么内容呢？电子罗盘顾名思义就是要让你，如果有一间房子，你的客户买一间房子，或你自己买一间房子，那是不是有一个设计师的室内设计图？这个是建商会提供嘛？那你在哪里要安排成为这个主卧房？还有客房，还有厨房要怎么摆设？然后书房啦，对不对？还有沙发怎么摆？这个是一定有室内设计图嘛？那你这个罗盘，你把室内设计图扫描进来，我们这个系统，这个软体，手机里面或者是电脑，我们就可以套用我们的罗盘。我们等一下会实际操作哦。那第一个可以做室内设计，第二个，套用罗盘去做所谓的6派阳宅学的布局。那它里面又有，这一套系统里面又有6大派的讲义，那又有完整的影音教学这个是还没录的所以你拥有这一个系统，你就可以走很多弯路那我们很快的讲一下，里面有八宅明镜，你看这个是一个设计图，这是一个台北的一个客户他传过来，他买了一间房子，然后我们就套用我们的软件里面，厨房在这里，它是在哪一个山上面这不是五丁位坤生吗？它在哪里？然后瓦斯炉要怎么弄？好，那你只要把北边都对齐了，我们套用八宅明镜，因为坐东朝西嘛。好，那就变成对卦。好，那对卦的时候，好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区块然后呢，这个区块都是好的，对不对？这个地方不好，这个叫做
套八载明镜，接下来套乾坤国宝。那乾坤国宝注意的是哪一些细节？是我们在教罗盘的这一个课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六大派的系统教得很仔细。该注意的，太原理、太啰嗦的，要做记忆的我都不会教，我就是教重点。你开在什么地方的门，就会换了啊，先天位会换了后天位啊，然后会换了地劫啊、地形。哦，反正就是把每一派的重点都会透过在这个罗盘教学的时候，好，来告诉各位的。还有辅星水法要如何自己造水局，啊，得财最快，啊，还有三眼悬空，你的房间如果是二五同宫怎么办？啊，如果是一六，哈，这个一六同宫的是怎么办？换了六煞怎么办？啊，还有呢，无德要安神位或者开门，啊，套的这个盘。那以前有学过的人都知道我有发展四个盘嘛，哈，你们都是在上课的时候就是哎拿这个盘，啊，对不对？啊，以前都有拿这个盘来练习。那现在我把这六个这些盘哈，六派的盘通通做到我们的软件上面，所以未来你只要熟悉这一套电子罗盘的啊软件，你就真的可以帮人家做室内规划设计或者是室外的规划设计啊。那室外叫做街景嘛。像这间是我的公司，我是做啊，看起来是做前向训嘛。那我如果是外面的行煞，啊，从哪里来，我就可以把这个八宅明镜套进来，对不对？那也可以把这个五行水法套进来，也可以把乾坤国宝套进来，啊，那也可以把九宫彗星，哦，刚好在哪一个方位哈，有所谓的二黑啊。如果说在五黄的地方。我家里的西北角，这个店面的西北角，如果我们的对面这里西北方，就是等于是左前方，刚好是西北方。啊，不是，不是左前方的，因为西北是在这里坐，我是坐西北的，所以我这个房子的后面如果有人在动工，就代表五黄出了问题，因为。五皇位在西北，在今年哦，2023年，只要在西北方动土，代表我住在这一间里面就会啊遭殃。那你要如何来化煞？哈，我们在课程里面都会讲哈。好，那里面总共这一套电子罗盘的这个软件里面就会有六本讲义哈，八载明镜、乾坤国宝、三眼悬空、辅星水法、九宫彗星跟24福德。那又会把这个教学把它做在里面，然后可以全部都都列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展示一下电子罗盘如何来运用来看一下。那我们就一开一下，然后呢？2023，好，电子罗盘在这里有没有？罗盘室内叫做 FI，那你们如果要看小图模式，对不对？我们就小图模式，这里就有一个电子罗盘。电子罗盘，只要你的手机下载了以后，这里就会跟着动，因为手机有陀螺仪嘛，好，那我们现在以。有一个客户委托我们，他想要装潢，对不对啊？然后他把室内设计的图传给我们，那传给我们以我们就，我把它放大一点点，哎，放小，好，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载入设计图。那设计图啊，比如说他的房子是属于这种区块的是属于这间好了这间，那进来了，那。这个不明确，我们换一张。好，载入，我们就用这一张好了。好，那进来以后，这些都可以调整比如说我这个罗盘我们要把它居中切起，我们就按一下天心线，它就会把它居中了。那我们把天心线。可以拉，有没有？我们看中间这两条这个红色的线它就是会随着角度，
我要看这个瓦斯炉哈在哪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天行线来做一个调哦，来变化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换罗盘，我们想说啊，这个罗盘我看不太清楚哈，我们要换第三种罗盘，哦，它就变成这一种。那我要把它看成变成第四种罗盘也可以哈，可以换，然后要换第二种的，哦，也可以哈。好，那接下来它可以调整大小，我们要小一点，那我们要大一点，那图片我们要大一点，有没有？图片大一点，或图片小一点，这个都可以哈，调的。好，那一般都是用第一种的哈，因为它是属于透明的。那接下来，因为这里是北，对不对？哦，我们看一下，这里是北，哦，设计图这里是北，所以我们这里。现在这个是卯，有没有？这里是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调整哈。这里是北嘛，那你就要去调坐东。这里是卯，所以这个有没有？壬子癸就在北这里。然后我们把它天心线切起以后，我们现在要布局哦。那布局以后，我们用八宅明镜布局。好，我们天心线盘好，有没有？所有的啊，坐东朝西的。哪一些位置是好的，哪一些位置是不好？那一样啊，乾坤国宝也一样把它抓进来，那就变成是乾坤国宝的布局了。那三元悬空呢？八运呢？有没有八运？所有的房间是几号跟几号，通通在这里。然后福星水法呢？你要财位要安排在客厅的哪里啊？这个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就会来教你如何。去使用这一个，课程教完以后，这一个答案通通是由电脑自动来帮你生成的哈。那接下来呢，九宫彗星呢，有没有九宫彗星？东方是二黑嘛，因为它是坐东啊，所以在外面，在后面就东嘛。那西北方是在这里，是五黄，对不对？那西南方是桃花。好，那最厉害的在这里，你要安神位，哦，安神位在这里。那安神位以前我记得有上过这个课的，我有一张24福德，是不是要说你家里的坐东，这里是坐东哦，这一间房子是坐东，坐东是不是坐卯？卯下面是不是寅？对不对？你这样小画面有没有看到我这张？有哈，是不是要去转？对不对？那现在以前是这样找嘛，就是说。卯的下面是寅，所以我们要将小圈的寅哈对向福德，对不对？所以你看这里的寅是不是已经对到福德了？我画一下哈，卯的下面是寅，那寅我们要把寅对到福德，那我们很显然的，你安神位就可以安在这个区块，还有安在这个区块或者开门哦，这一张哈，24福德是用在开门跟安神位哦。好，你看这个地方，那你如果说刚好你没有这一张，没有这一套学问，你神位刚好安在这个区块，哇，糟糕，就可能家里面会有人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亡或者是苍蝇。那如果是安在这边呢，就会有什么黄癫呐、口舌啦。所以这个电子罗盘。很方便，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哈，就可以按照六种派系看你要想要，这个都可以列印的哈。我这个要关掉，完成。好，那接下来室外接景，室外接景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要去某一个地方，你就可以在这里搜寻。比如说，我要搜寻台北火车站呐，或哪里都可以的哈。好，那我搜寻我台中的这里，
西屯路二段297之巷，18巷78号。现在就是说我在搜寻我公司的这个街景，我现在就输入，你不管在哪里，你要输入台南火车站啊，输入哪里都可以，你就用我这个是用 Google 的系统嘛，那你就取得街景，有没有吉祥王就在这里了，那你再去动一动啊，把它调整一下，你就知道我们这个房间哈，那么我们这个房子它是做什么哈，朝什么的哈。啊，这个大概要再过来一点点。哦，这个可能要慢慢调了哈，因为这个现在刚好，因为这是 Google 所提供的嘛。没有啊，箭头它就是跑得太过去了。好，这间比较正常了哈，比较正了啊，因为我在旁边是同一个巷嘛，那我们就可以按天心线。哦，你看它是做。几乎快作训向前了，这个还不够标准哈，这个就是说你在这里，你用在阴宅，你就可以用坐标然后街景的话就可以输入地址，那你好了以后，你现在都好了嘛，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套八宅明镜。好，有没有？然后套乾坤口宝，套五行水法，套24福德，套3年悬空，这个都是在我们的电子罗盘里面啊。电子罗盘只是一个应用的工具嘛，那你要知道这个原理，就在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我们还要再回到我们的讲义了回到我们的课程，所以这个。要如何善用这个电子罗盘，我们就要把这个叫做这六派在我们的罗盘里面，除了教你真正的罗盘如何使用，到时候我们虽然是线上那我会找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带着罗盘，然后到外面去测量，然后就去测所谓的房子现在这个路冲或者这个壁刀这个电线杆在哪里，我就会用手机去拍摄。这个房子刚好我们测量的罗盘，在我们真正罗盘里面，它是什么角度？就是虽然没有办法现场教学，但是我会用实境拍摄的方式来告诉你罗盘如何使用，然后各派的这个原理怎么来的，我们都会在这个课程里面的来做一个讲解放心，一定会讲得很清楚。这个我觉得很有趣，我还要再讲一次本来要闪过去的隔壁的阿婆为了挽救自己生意，决定跟他拼了。这个是要按这个才有办法来。好，刚刚讲到这里你看到隔壁的阿婆，对不对？为了挽救自己的生意，决定跟他拼了，有没有意思？哎 这样好像画面比较小，有没有？会不会？好了，好，接下来，第17课了，来，我们在15、16都是在讲罗盘跟六大派的系统，那个阳宅学，对不对？单单那一个课就太值钱的了然后加上现在又有实物的罗盘这个给你们使用嘛。那接下来我又开发了一个新的软件是小六壬占卜预测法。那小六壬是一个大概也大概一个多小时我会讲一个多小时的课程，那你就变成很会占卜了，因为这个跟类似什么有听过金钱卦啊，
或者是什么预测法哈，反正有很，现在坊间有很多预测的方法，那小六壬也算是一种一种方法。那因为我已经把它开发成软件了，所以未来你们也不用去记太多的内容，因为所有的内容答案都在软件里面。好，那它是什么原理呢？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说小六壬就只有6个名词嘛，大安、流年、竖席、巳口、小吉跟空亡。那你只要用几个方式呢？第一个，输入年月日时，或者利用这个现在的时间点用软体现在所到的时间点去取卦，或者是用月日时，或者用日时分，或者是用时分秒，或者是任意几个字，但是至少3码。你要用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都没有关系，下去以后答案就自然告诉你。然后他可以问什么呢？他可以问很多东西，像问感情、事业、财富、行人、鬼神，都有。那我们马上进软体，给各位看一下。好，小六壬在这里按下去以后，好，现在是8点快49，对不对？8点49，如果我要用月日时，我在这里就点下去，点下去以后，它就会今天是几月，现在今天是几号，现在是几点，然后就按开始论断，现在目前是空亡，空亡问运势会怎么样啊？问财富会怎么样？问感情会怎么样？问事业？问身体？问鬼啊？神鬼？问行人呢？他就会在这里告诉你。那如果说同一时间可能有5个人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就不能用月日时啊，我们可能要用日时跟分的，我们就点这里，对不对？结果是流年。那如果说我们不用日时分，我们要用时分秒，它每一秒就会跳一种嘛那我们就变成它是竖席的啊，竖席会有问运势会怎么样啊？这个以前都要背，那现在都不用了都已经用软件来告诉你了。这个准确度是有的哦。我有找一个老师来这里，来我这里教课，他还没开课之前，就是在前一天，我说那你再教小六壬，你能不能预测明天会有几个人来上课？他直接算一下，他说20个人，刚好是前一天补嘛。那我那一天刚好上课的时候是晚上7点来上课的时候，刚好那一天刚好就是20个人。所以说，因为从那次上课以后，我觉得就很有趣，所以我就去花了一些时间去学习，然后现在把软件写出来了。那这个也可以由我们来自己输入月，今天是不是6月21号？那如果说明天22号早上7点，22号，不是，明天是一样六月嘛，6月22号，有人早上9点半要来找我，因为今天是21号啊，明天他要来找我，我不知道他们要告诉我他要来干嘛，我就可以输入明天他约我的时间，我就开始按这个开始论断。哦，他明天来这个时间点，刚好是竖席，所以他明天可能来找我，会让我高兴。如果问财富，明天他来，可能会为我带财，或者是我会为他指引他去求财的能求到财的这个方位上面去所以说这个小六壬也是 OK 也是在我们的课程之一的好。那这个是第17课，那第18课呢？用十二生肖贵人助运法，哇！你不要小看这个十二生肖，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十二生肖之一嘛。那这个课也是当初我在保险公司的时候，一个非常热门的一张图表，因为
不要小看这张图表，只要你配对、佩戴、身上佩戴的对了，或者是你以后结婚嫁对了，你当 有可能哦，就会健康啊、财运还有流年哈、都会过得不错哦。有没有？上面不是有流年、身体、财运六冲吗？啊，没有流年吗？你流年要过得好，你就要属老鼠的人就要配这个啊。如果身体呢要配这一只，那财运呢要配这一只。那属龙的呢，那就要配啊、流年配鸡，身体配猴，好、这个财运配鼠。啊，六冲六害啊、就比较不好嘛。那这个是你不要小看这一章，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课程。那我们也大概会教1个小时。关于生肖的这个课程哦，你们就觉得很好玩，好，那里面的课程也在我们的这一套八字与生肖断流年的软件里面，我们就把它再进来看一下流年与生肖。好，那一套叫做在哪里呀？来，这一套八字护体与流年生肖啊，譬如说。刚刚呢，1975年的，好，那现在我们就换算以后，他的八字排出来了嘛？喜用神呐，哈，这个有学过八字的就知道，喜用神呐、忌神呐是什么了哈啊，然后呢，他的五行哈，平均呐啊，木火土金水代表分数嘛，那接下来他的八字护体是什么？然后呢，又可以看大运流年哈。然后接下来呢，又可以用生肖来断流年、流月、流日、流时的一些概况。我里面整理的哈，相当的丰富。生肖配对，如果你以交往的对象属老鼠的会怎么样？属牛的会怎么样？属老虎有没有？把你的生肖拿出来跟其他的11个生肖来，12生肖来做比对。都写得很详细，那跟属兔的人跟属老老鼠的人不能成为朋友，因为成见颇深，对不对？与其他互动，与其他的生肖互动的状况也写得很多那它的吉祥数字呢？还有它隐含内涵的星座特质呢？还有生肖流年再论运程。论整体运势，论事业的运势，论钱财运势，论健康运势，论感情运势，论流年运势。接下来流月呢？1月、2月、3月、4月、5月，你看12个月会有什么现象都写在这里。那还有流日日的，流日碰到龙德、紫薇、岁合、黄帆，那22号、23、24、25、26，还有流时呢？所以这个。用生肖就可以论到流年、流月、流日、流时，跟我们的紫白彗星一样。你如果要去跟人家谈生意，你当然可以选择时间点的情况下，你当然可以把软体调出来，选择一个最好的时间点去跟人家谈，那是不是叫做事半功倍？哦，所以软体要善用啊，何况这一次搭配就是要让你不要学得那么困难。哦，你学一套学问可能都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我现在都把它缩短，成为1、2个小时让你学会。为什么你能学得会？因为你不用记忆嘛，你只要知道原理大概是这样来的，所有的答案都由我配套的软体来支援你们哈，来支援你们。好，这个是叫做八字与生肖断流年的。那我们第19课就是目前我觉得最好玩的哈。现在你们有看我的抖音哈，我已经今天把今的日子。好了，那明天就会把五行哈，木火土金水，你该怎么穿可以得财，怎么穿可以得官，怎么穿可以得人脉管道利益哈，这个都会在我们的八字五行的这一套系统，这个也是一个课程哦。那这个课程我会也把它收纳大概在1个小时里面，真正让你懂八字在务实上面。有很多人说，方老师，你讲的这个跟我的喜用神啊，八字不是在讲求喜用神吗？对，八字本来就是很重要，就是喜用神。喜用神叫做先天，
那我们这一套的使用，因为我们明天起床以后一定要穿衣服、穿裤子嘛，穿鞋子、穿袜子，这个叫做后天的应用。后天取喜用神，跟先天取喜用神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刚好颠倒的。所以这个课程让我顿悟说，原来你要借由天地磁场，明天像今天是土日，那土就是财，对不对？那你要如何善用八字的理论？我要赚钱，我就是要穿木。那我像今天是土日，我是穿水嘛，哈，蓝色的是水，土克水，土克水叫做官煞，就代表我在经营一家公司，公司给我的压力，所以我要成长，所以这个叫做要让我的公司更稳健，好，所以我能把课程安排的更让人家能接受，这叫做经营一个公司。所以我有差异化，就是代表我也会啊，随着每天甚至每个月，好，你如果觉得麻烦，你就可以用月来做穿着的一个打算。那如果你觉得说你每天都要去掌握到每天的磁场，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天的。那我们也配套了一个软件，像这一个。用这一套系统哦，你只要花1个小时把它学会了以后，你就可以看到，你明天走在路上看到一个人穿绿色的，就可以断他去年的几月份财运好不好这个事业好不好，或者是人脉管道好不好，或者是不是烦恼特别多，或者是杂事特别多，就可以看到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直接断他过去12个月的状况，这叫做预测。那我们知道预测的原理以后，我们就可以来改变。这个月或者今天，我们该穿，我们想要得财要怎么穿，要得官要怎么穿，要得人脉怎么穿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能够用1个多小时的时间把它分析得非常透彻，是因为我学了将近30年的八字，所以我才能把它转化得这么有逻辑，所以也许你在别的地方可能要学好几个很久的时间，但是这一次我保证1个多小时，你就可以把这一套非常实用的方法把它学会，而且每天都可以运用。那因为这一套我在台湾至少有教过超过600个学员的，那他们很认真的人你看哦，这个是6月8号，今天是6月21号嘛。这个是书法，这个是他觉得这个月突然想到要换颜色。你看一换下去，业绩马上不一样哦。这个我们的这个陈老师这个最务实的哦。现在他说他生意好得不得了，因为他每天就按照我们这一套理论在穿衣服好，那一样我们也有配套一套每日穿衣五行的软件，我们稍微展示给各位看一下。好，那个就是在我们这一套里面。那这一次的课程哦，就是很简单，你只要知道理论的，把它学会了，这一套 know how 永远都是在你脑中，你就可以去发挥。你要招生也好，要教课也好，或者要应用也好，要论断也好，要去如何发挥，通通在你的脑筋里面。所以学东西，别人偷不走的哈。那在哪里呢？哦，来每日穿衣在这里是 L8 这一套里面就可以产生六月，从6月21号到6月28号，我们就按一下产生报表。你看，他把所有一个礼拜的时间点哪一天穿什么可以得财，哪一天穿什么颜色可以得官得人脉，什么不能穿，都用分数来去做这个表现出来。那这个可以让我们做很多生意，为什么？未来火运的世界，你是不是可以列印，对不对？然后呢，就把它印出来 PDF，然后呢，按列印，放在哪里？放在桌面，然后它就叫做。我把它设定叫一二譬如说你要给某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然后存档，
那你就回来以后，你就去看一二三四五在这里，你就把这个 PDF 传到微信或传到 Line 或传到 FB 给他，他一打开以后，这一个礼拜怎么穿啊，怎么搭，通通在这里很详细。这个是不是叫做展开我们叫做数位行销，就是火运最佳的工具？所以每一套软体都能够提供你列印转成 PDF，然后传送给人根本就不用到，你就直接传送给对方，就有收入了。所以学这些东西要干嘛？学这些东西就是要让我们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就很方便嘛，好，那第二十课，我们剩下4课吧，叫做奇门遁甲出行诀左击方。那我就发展了这一套软件，因为出行诀单单排一个盘就不容易了。为什么？一个奇门盘，你看这么啰嗦，要排宫、星、门、神、干，又要注意它有没有浮盈、缓盈。你看哦，奇门遁甲很麻烦呢。你排出来的宫位要用的宫位有没有浮盈？有没有缓盈？有没有五福运？有没有空亡？有没有吉星？有没有门破？有没有门字？有没有白虎？这些都不能拿来当出行诀用。那如果你没有软件，那你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开发了这一套奇门遁甲出行诀。我可以号称全球目前所有的软件里面，我这个写的最详细，因为我把它区分为叫做每天12个时辰的出行诀，那每一个宫位能不能用都在这里展现出来。那接下来有一个叫专门针对桃花、婚姻、感情的，要选哪一天的哪一个时辰去做什么样的这个行为风水。那有针对生意的生门，有针对开拓市场、工作事业的开门，有针对景门考试顺利签约的这个叫做景门，你就按照我们等一下马上看软体，你按下去以后，它就会提供你哪一个工位，哪一个时间点能用。你有了工具，你就不用去做记忆了。为什么？记那么多，你没有软体，你根本就不知道明天的9点能不能出门，是不是好方位，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都可以产生报表哦，应用出行诀每日报表就可以赚很多钱。哇，这个是已经有很多的学生学员都已经变成。他是变成人家的顾问了所以他就是专门去出行诀来告诉一些人如何来从什么时间点，从哪一个方位去就比较容易得到好的运了好，那这个叫这一套里面我们是已经讲第六套了好，那第六套我们就把它，怎么不见了？又没了。好，有耐心一点我们在20分钟就结束。好，2370，2370。好，进来以后，出行诀，出行诀在哪里呀？哦，每日出行诀在这里，G3 你看。这里也是一样产生7天嘛，那6月21到6月28，如果说我们想要谈一笔生意，我们就去按生门这个，7天里面有哪一些时间点是适合出门做生意的？他就会告诉你，哦，一天有12时辰嘛，然后他就告诉你，在6月21号11点50，它是60分，我们可以做。它这里面有没有吉格？有三奇八门、青龙、禅户啦、三圣宫啦，对不对？还有五不吉啦。然后呢，有静态的，你不出门，你要怎么做？那动态呢，要出门，你要怎么从哪一个方位去做什么样的动作？这个都把每一个生门是好的时间点，而且没有所谓的那些什么浮盈啦、缓盈啦、门字门破啦。五不遇的，通通没有的，他就会跳出来跟你讲啊。其他的没有跳出来的，通通不能用。你看，7天里面就只有这几个时辰可以用。
所以这一套就是很简单。好，那你如果要修门的呢，要谈恋爱的呢，可以用修门。那一样哦，这一些东西都可以列印哦，一样把它列印出来以后就传给客户，这也是一个利用九运离火的网络哈，就可以传递讯息给需要者，我们就可以从中哈就可以赚到一些啊该赚的钱了啊，这是第几套了哈？好，第20嘛。那接下来奇门遁甲里面一个很好用的，就是因为奇门遁甲啊，甲就是老大直呼，对不对？那门就是在用于人事沟通嘛，所以在奇门遁甲里面最好用的一个门就是管人的关系，天地人的人嘛。那人就是代表我们如果开盘开到有问题的宫位，那我们非得出去办事不可，我们就要善用门的这个技术去把它做一个通关的处理哈。所以门是在这个位置嘛，对不对？哦，你看像这里叫做生门门破，这里叫做伤门门破，哦，然后呢，只要这个，然后这个时间点开出来有门破，那你又必须出门去跟人家互动，那你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个奇门出行诀里面，我们这个课应该会讲大概2个小时啊。以前你可能要学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2个小时就会把所有用图表来解说这个哈，不能用的是要剔除哪一些啊？这个宫星门神啊，哪一些宫不能用？那我们就会在这一次的课程里面完全的哈，把讲义做得非常的哈。工整哈，让你可以把它拿来以后来做一个。你如果是在招生教学，你就可以善用这一套我所编的这一套系统。那为什么你能学得会？因为有软件哈来配合你嘛。哦，你看我都把它做好了。这个宫位有问题，一定要用开门；这个宫位有问题，要用生门哈。这个宫位有问题就用生门，因为它是通关。所谓的门破，就是代表有可能宫跟门五行是相克的，相克中间一定要有一个桥梁，这个叫做通关。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奇门每日走好运这一套软件里面，我们就讲得很清楚。你只要，比如说我，在这里，每日求好运在这里。譬如说明天好，明天就是。这个是农民历哦，你看你按下去以后，今天能不能做什么在这里？今天可以做这一些动作，但是不能移席了哈，安床啊，这个都不行。那这里面是我明天呢，我明天明天的早上10点10分我要出门，我看看奇门盘里面有什么问题？好，一打开以后，哦，刚好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好，那如果说你开到有问题的，譬如说明天，明天三点在这里调哈，三点以后我看看，打进去以后，明天三点，啊，来，有没有人眼睛比较厉害的？哪一个宫位有门破？来看看这个。来，你们告诉我一下，哪一个宫位有门破？看这上面这个盘，坎宫跟艮宫对嘛？哈，那我不是说过了吗？门就是代表跟人家沟通的一个，好，一个叫做宫星门神的一个元素了哈。那这个元素有门破，就代表修生生门本来是属土，对不对？它落在坎宫，叫做土克水。那土跟水的中间的桥梁叫做什么？是不是金？所以我们就往下看。那金我们就说嘛，你看哦，伤门门破需要用井门火来去通关嘛，因为伤门五行属木，艮宫属土，形成木克土，需要木生火，火生土，对不对？那
那刚刚生门破土克水，需要一个金，土生金，金生水。你只要身上在明天下午出门，有没有3点出门的时候，你身上写用字写一个井，用铅笔用笔写一个井，或者带一个，我有开发这个贴片哈，这个蛮好用的，好，就是通关贴片，你就带井跟开。你就可以把明天3点要出门的这2个宫位化解掉。那你去跟人家聊，去跟人家聊，是不是8个宫位都没有门破？不管在哪一个方位跟人家聊，再善用出行诀这2套系统，把它整合起来。我跟你讲，真的用起来，你就会觉得哇，去跟人家聊就非常的顺畅。成功的机会也会高很多哈，这个叫做奇门遁甲，每日着好运。好，那接下来22课叫做奇门遁甲，秒断吉凶。因为以前我们在上这个奇门课哈，这个都是没有讲得很仔细。那我发觉说，其实人没有那么复杂呢。这个人突然间在这个时间点打电话给你，或者是。这个叫做来找你，你其实就可以用这个叫做数积段的这一套系统，来去做诊断跟化解。所以把不好的都可以应用我们的方法来把它转化为好的。那代表说我只是软体开发好的，是要帮助我记忆，但是以前没有独立把它做出一个课程，那这个课程也要教一两个小时嘛。那教完以后，你就发觉说，奇门遁甲，我们只是把局部的功能拿出来用，竟然就可以用得那么好，那么顺。所以我这次规划那么多课程，就是要把它精致化。否则你要学奇门遁甲，真的学3年、学5年都不一定要搞得很清楚。那现在把其中好用、便利用的把它提出来以后，当你们熟了以后，你要再去进修，学到很什么叫做很细腻的一个诊断跟布局那再去报那种课，所以我这次的责任跟用意就是要让你们能够用我所教的搭配软件，这个速记段就是说，当你在路上看到路边有车祸是几点几分，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是车祸是大。还是中，还是小，还是死亡车祸啊？我们就可以应用触及段的这样的一个原理就可以能够来断出来，因为它动用到的是五行跟方位，还有叫做用神跟用事的平台的这个概念。那也可以把它应用说，有人来拜访你，你要安排他在做哪一个方位才能来生你这个都是在我们触及段里面的一个流程。那我们一样来看一下独立的软件哈，独立的软件。那这个叫做触及段，触及段在这里。好，触及段现在9点10晚上的21点1516分嘛哈。那现在目前这个时间点，如果有人打电话给我，这个是不错的组合哈，因为。用神功、用四功都是在金，那你细论的话就要进去的。如果是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这里就有解说，他有宫星门神，对不对？他用神哦，里面用神功里面有天府啦、金门啦、太阴、星跟戊，然后他是会来找你是有什么事情，然后我们要如何在该宫位做布局？然后做行为风水，这些都有补强的一个叫做图解，这个在我们课程里面，我们就会针对这个出行，这个初级段讲得非常的清楚细腻，让你们原来奇门遁甲的某一个区块把它抽出来，竟然可以用到这么细腻这个是在22堂课第23堂课呢。开运秘典奇门风水诊断哦，这个就是整合的风水你把风水学的，像我学了20几年，对不对？
运用了20几年，加上奇门遁甲啊，运用了、教书了，哦，把他训练到成为一个人，只要走进来，告诉你几年的，他是几年出生的，然后你就可以从这个啊一个接触的谈话之中，就可以开始论断他在哪一个年度，他家里的哪一个宫位出了什么问题，他发生了什么现象，哦。都会在这个23课里面，这个应该啊也会上好几个小时哈，就是整合了奇门遁甲跟阳宅方位学里面金锁玉关里面的啊一个概念，啊，让你们看到人以后就能够知道跟他聊聊天，根本连牌都不用拍啊，拍盘你就可以了解如何来断，而且准确率也算是蛮高的哈。啊，那又有教一些木火土金水的一些开运方法哈。只要把这些20、30种的开运方法学起来，你就有很多的秘法哈，给你的客户啊。他过年啊要开运，要准备什么？像最近不是要中，这叫什么节五节。啊？端午节不是啊？子琪老师有破一个说要如何应用啊奇门遁甲如何来哈、啊、来催财吗？那这一套23课开运秘典，把它学起来，你就有。好多的像端午节各个节庆哈，要如何来啊来做这些开运的方法哈，里面太多，至少有20种以上哈。这个是在23堂课。好，那只有改变才会改啊，只有改变才会改运嘛哈，这个就是一个经典的哈。那最后这一堂课。要让你们了解多种派系数字开运法，你们不要认为说啊这个数字不准啊数字没有市场。我告诉你，我从开始学到现在不是31年吗？真正让我跟别人最有差异化的就是二十几年前很少人在谈数字，那我就已经接触到数字，这个就是跟别的老师的差异化了嘛。所以我运用了这个数字的话题，啊，像这个九宫大概接触才8年的时间，但是真正接触最久的哈，是数字论吉凶啊，还有这个数字能量 DNA，这个都好10年了。你不要小看这个话题哦，这些话题是目前在台湾赚最多钱的，并不是在教啊阳宅的，不是在教八字，不是在教紫微的。现在赚最多钱的老师，通通是在帮人家看电话号码、看数字能量，然后教课程。你要找一个八字班，可能只有十几个学生，但是现在台湾有好几个很厉害的老师，他单单教一个数字能量 DNA，一班就100多个啊，都不便宜哦，都好几万哦。所以教奇门遁甲的哈也有，但是这一次，因为这个都是叫做我已经曾经拥有过，所以我再把它编到这个课程的最后一堂课，就是要让你们真的能懂我所写的3本书。我有写奇门遁甲，对不对？我也写了数字能量 DNA，也写了这个叫做。这个数字论吉凶，哇，这些都让我跟很多很多的单位啦、客户啦，跟他们建立了非常好的一个友谊桥梁。所以我单单这些数字的课程，就产生了跟别的老师不一样的差异化，所以让我增加了太多的机会、太多的管道啊，也赚了蛮多钱的。所以我会把它归纳在第三个最后一堂课里面。啊，这个也会教个1、2个小时，让你们拥有这一套 know how，因为我们都有配套软件嘛，那你就可以好好的应用软件在你的平台上面。你如果有微信群也好，或者是有 Line 群啊，干嘛啊，这个 WhatsApp 啊都可以，那你就可以来，我免费帮你论断你的手机号吉凶，你就开软件产生资料传给他。哎，如果有准，请他包个红包啊！要应用我所开发的软件来赚到一些小钱，真的太容易了。所以我就把它编在我们，因为这个是最容易跟人家接近的，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有手机号、都有车牌、都有这个叫做身份证号码，这个都可以论啊。所以像我的手机啊，我就会告诉你数字易经384爻的卦爻辞有多么的重要，或者一本书能够卖到那么多，真的不简单啊。这个在我们最后一堂课里面，我会把它讲出来，让你们有这样的一个 know how，配合我的软件，那你们真的以后在网络行销上面，真的你就会所向无敌哈。那因为你在论数字的时候，有的人不想改号嘛，但是他确实让你论对了，那怎么办呢？我有开发一些小商品啊，就是很便宜的东西，又能让他真的能改变的哈。那以后我开发的东西，我就很便宜的来批发给你们，那你们就可以去赚钱啊。所以说，像这个一年都卖几万片呢哈，你不要小看这个小东西呢，小兵立大功，有听过这一句话吗？啊，所以像奇门手机号软件啊，这是我们配套里面的第九套啊，第九套软件。好，这个就不展示了，因为你们只要一加入以后，你们就可以选这个哈，就是搭配嘛，不用钱。好，那最后把这24堂课加上姓名学的概念，善用软件，你就可以开始。好，我会安排时间来教你们如何做抖音。那做起来以后，你看看这个就是我随便在抖音账号里面去随便哈找两个目前在抖音上做的不错的，他们的人数啊，就是粉丝啊，就是在抖音上面关注他的。你看 10K 是代表10000人嘛，那像这个呢 17K 就是17000人。你看你如果开一家店，你开一家命理馆，你能够在半年之内、一年之内能够拥有10000多个粉丝吗？来听你的课吗？很难，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个免费的平台在大陆以外叫做 TikTok，你的手机可以马上明天就去下载了。那在大陆叫抖音，你就要先熟悉看看，打入命理相关的，看哪一些人他的粉丝最多啊，分享的哈，像这个叫分享的流量哈。像 60K 就是6万人看过他的影片，你去学习他们的模式，未来你就可以把我们所学的这24套的这个命理的专业的哈这个模组哈，把它套用在这个平台上面，就可以开一家免费的店来宣传你自己。那你如果未来真的想要把这个行业当成你的产业，那是不是就是？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平台，对不对？那现在你看，这个是属于叫做 Enjoy 的哈，在大陆地区以外，TikTok 已经有5亿次哦。那还有 iPhone 的呢，iPhone TikTok 被下载应该也超过5亿次，所以变成说有10亿大陆区块以外的有10亿人都有下载这个软件。你只要做出你的特色，你要在这上面开开直播，讲讲啊这个话题，帮人家论命，其实机会点多的是，这个是不是未来九黎运的一个最大商机？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去接触这个哈、啊、这个 TikTok？因为它就是火运的最经济、最便宜、最方便的一个广告平台。所以2024到204320年的时间，要运用天地人网的啊组件，完成完美的矩阵啊，运用传统加网络社群，获得时间与空间的红利啊，所以最好不要放弃啊，因为这一次如果跟我一起来啊，大概我想大概要四大概这一次的课程呢、啊，大概要教4个月，我们每个礼拜花一个晚上的时间，大概2个半小时，大概也要搞这个叫做4个月。所以这个在外面不得了，价钱啊，这个是我个人的 TikTok 哈，你看哦，我在上个礼拜四，今天是礼拜三嘛，就是在6天前，我的粉丝是2617，那我今天早上去看看我的抖音，已经3373个，那是不是将近有增加了600个人，就平均一天有100。那你如果说你的知名度没有我那么好，那你可能一天10个也不错啊。你如果不经营，连十个
认识你的人的机会都没有。你如果一经营下去，搞不好你拍两三支短片上去啊，讲讲谈谈，我们这24堂课里面，你最拿手的就把它拍个1分钟的丢上去，哎，搞不好一天就有3个5个认识你，那是不是一个机会点？所以我们不要求快，我们求稳就好了。所以这个，你只要拥有一个平台，你要在上面做任何的广告，就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嘛，对不对？好，那最后用几分钟的时间哈，来跟解释一下这一次招生哈，大概需要花多少金钱哈？总共有24种课程，刚刚有多哦，有跟各位简单的解说了嘛哈？那正式上课会定于2023年7月12号，就是每个星期三，从7点哦，这个没改，我们从7点上到9点半，晚上大概2个半小时，那大概会有20堂课，20堂课每一堂课是2.5个小时，那大概会有50个小时以上。那以这么多的课程啊，收个10万都不会算贵的，为什么？因为我都不止花100万去学的，那现在收10万也差不多而已。但是为了让各位能够接续到火运的好列车，希望你们花那么以前不管你们花多少时间金钱的去学习，如果都没有在这个领域里面赚到钱，真的很可惜。那能够透过跟黄老师来结缘我将我所会的一五一十的都会来跟你们做所谓的分享，所以能够在7月6号以前报名我就是收2万块台币，那人民币就是4700块。那如果报这一次的课程，我一律赠送一样2万块台币，人民币是4700块的软件，因为我开发到现在有70种嘛，你可以去70种里面去选你最喜欢、最适合你的，不一定要搭这次的课程的软件哦。我会有一张我们的海报，这张海报里面总共有70种，那你就可以这从70种里面去挑出配套的。你看，你花2万块，我就送你2万块；那你花台币，人民币4700，我就送你4700，是不是？等于是所有的老师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方案的，因为什么？因为软件，那些老师在教学的老师来跟我买，他也要花2万块，人民币也要花4700，所以我这一次的课程几乎等于是在卖软件的钱，跟我上课根本就不用花钱。那如果我不教你们我没有来分享这24种课程的整个逻辑、整个流程，你们这些软件你们根本也不会用嘛，对不对？所以我这种搭配就是真的顺应世界的潮流，因为现在的人不太愿意花太多时间去研究太深入的一个课程，所以这种搭配是我目前推出的。所以你这次报课以后，我们就牵起合作的桥梁，我会将所有的资源、软体的、课程的、开运制造物品的来提供给你，成为你在命理产业的供应商。这个叫做借力使力而不费力，我们要共创双赢。现在你来报课，虽然我是你的老师，但是毕了业以后，我们是事业的伙伴，也许你就可能是我，有可能你也是我的厂商，你也是我的生意伙伴，这是我的目标，也是我的目的。我不是说要赚你这一笔2万块的费用，我是要让你能够把这个产业真的把它成为你事业的这个第二春。那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有讲过嘛，我目前有写的跟朋友、跟同行的、同业的写了6本姓名学的书。那我也教过几次的姓名学，我都有把它录制成视频。如果这次报课报这24种课程，我就会把这18个小时的姓名学的视频就一并的免费送给你。你只要把我这18个小时的视频看完，你将会论断任何人的姓名。如果要起名，你也应用我的所上课所教的方式，你可以取得一个符合4大派的
一个好的名字。那何况如果你说，哎，我有没有软件？当然有软件，到时候我们正式上课的时候，我就会用很优惠的价格的自动起名的软件哈，来搭配给你去使用。那你不得了哦！现在大陆起名至少要1000多块人民币，那你看看，在台湾也大概要6000块。那我送你这个，只要你一年哦，有几个人呢哈，找你起名，你这一次2万块啊，人民币4700块的费用，你以后帮人家命名起名就赚回来了啦，不要谈那24项的课程，对不对？所以我说的就是双赢，双赢才是我的目标嘛，好，目的嘛，好吧？那我们今天大概就谈到这个区块，那我现在开放5分钟，看看在线的各位哈，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哈，我可以回答你的哈。因为我们接下来我会把今天的视频哈整理好，就把它丢到我们的啊这个社群哈，让各位能够有时间哈再去仔细的再聆听一次。那没有上线的人哈，你也啊，如果是你的好朋友，你也可以把它好分享给他去看啊，因为我们上课是7月12号才会开始。好，有没有人要问？分歧。如果初行者想找工作，看什么？那就是开啊，开门啊。软体可以永久使用，永久使用。我配套的软体，你现在只要这次报课，你就可以选的哈，同等值的软体都是永久50年使用哈。当然。七套也是永久，今天报课的，你只要刚刚扫描的，通通是永久使用。那七套，你今天听课送的那七套都是只是排版，它没有功能解说了，像雏形诀就不可能在里面的嘛，因为它只是让你排紫微盘、八字盘呐、啊，哦那些啊、哦、奇门盘而已啦，都是永久使用，对。扫描什么好？来，我们再给你们扫一次来。这里，这里比较慢进来的可能没有扫到，这个就是你今天听课，你就可以扫描这个图档，哎，这个二维码就会送你这一些软件，这个都是永久使用的哦。什么？没有啦，之前有的软件你现在赠送的，你就不要挑之前的啊。你现在就挑新的，有人都已经我的软件70套都已经买了，那但是他有在教书啊，譬如说奇门遁甲开关版，这个是很畅销的一个软件一套软件，他认为说，哎，我有在教书，我也要推荐奇门遁甲开关版的给我的学生，他就可以用这一次的机会，他就可以选奇门遁甲开关版，然后拿来卖给他的学生，就是这样的。动作也可以啊，所以开通的账号不一定，你所赠送的不一定开通在你的身上，也可以开通在你指定的人身上，这样。刚刚讲座视频会，看你从哪一个视频得知今天的这个讯息的，就会在那个视频都有，在那个群都有啦。我会发在 FB。然后在 LINE 的群还有微信的群都会发今天的上课的这个链接，那你们大陆的朋友就看百度，用百度网盘来看，那台湾的就可以用 Google 或者是，哎，这个叫做什么 YouTube。等一下，我们阿奇哈老师哈阿奇斯就会把今天的剪辑全部把它花个半个小时把它弄完以后就会丢上去了哈，好吧？那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你要报名的话，就看你是从哪一个管道进来的，好，那你就跟那一个管道的负责人哈，加他的微信，加他的 LINE，跟他报名，报名以后，我就会把你拉到真正的学习群，我开始要发放资料了，我也会开放软件让你们去使用了。那你一报课还没上课没关系，你想要搭配的软件，你就可以。因为你缴钱了嘛，我就可以开放给你永远使用了哈。
还没有传到 YouTube，还没啦。哦，我还没看，当然了，现在还没结束，当然还没有办法去做那个啊，做上传了，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了哈，感谢各位的聆听。快结束，结束，结束呀，哪里的结？你结束录制，结束共享了，也结束，结束录制，结束。